来看一下龙珠对战丁俊晖胜者组比赛啊，八强开始抢三了啊，八强开始抢三了。龙珠是朱棣，非常高了。丁俊晖还是 ZP 了。我觉得龙珠可能距离冠军真就这一套缺反真的是让龙珠疼啊，许亮金损失了接近一半了。哇，哎呦我去，全是接招啊！来了，下中鸟命中，但是斗气不多，这边只能前前慢慢压过去。这边必须续一个脚气啊，脚气压制。哎呦，现在手上是没有脚气了。要再压的话就得叫无敌了。打乱洞有，那这一波直接带走，都不能叫微妙了，正正好就是一个打不到的距离。真要打也是可以，就丁教练这边敢不敢按那个中拳？但中拳实在有点慢，那个就有点太慢了。对。通常处在防守方的话，不太敢按中攻击以上。对。好、哦。只有一个前前过裂缝，但是这个跳路比这个金防啊，非常关键这个金防。还是接力冲。这边的裂缝放完了之后，感觉是已经提前在接力冲了。是的，基本上都会这么做，因为我自己玩 GPC 的时候也会，就放好以后就准备好了，反正有个裂缝护体。对，对手就会想要快点过来。那龙珠一直在选择用前前去过这个裂缝，我觉得还是很不错，因为对手没法反应，没有任何征兆。哎呦，这个地方经典的一个龙珠的中段偷修正了，我只能说太经典了。那这边也是顺利的把自己的第一分拿下。哎，我觉得是不是最近龙珠他直接就是研究小宝丁春秋去了，他就。就基本上他用这个前前用的非常多，那个东西是不好反应的，说真的。金马第一个板面压制就出金房了，这对龙珠来说并不是非常的友好。比赛是抢三的朋友们啊，怎么来出这个板？这个不是抢二了，多了这一个一币的机会，对上面来说也是一种也是一个机会。哎呦，又是一个左右夹击了。丁春秋被龙珠绿冲偷袭成功，好得，偷没偷到？没中，但不在板边没关系。这一下我现在看很多其他的那个比赛当中，他们都是选择用后跳。这是胜者度部分啊，朋友们。输的一方去败者度。对，他后跳的话就是防止你跳前跳的。对，不给你前跳，我就当被你凹了一个升龙。这个好的，龙珠现在越战越猛啊。啊，今天的龙珠感觉一丝昂手感很热。AI 预测到了他的手感超级热。龙珠打丁俊晖看来一点都不慌。但是他打小孩经常容易慌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，是不是啊？他可能对我们中国。就是我个人现在，来这有一个私心啊，我是希望丁春秋能赢的，因为如果丁春秋赢了他，接下来很大几率他要打小孩了。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想看一下丁春秋打小孩的。在上一周丁春秋是双杀小孩了，这周小孩也是希望能够跟丁春秋再过招，来报仇了。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。好了，那现在丁春秋已经没了这一灯了，对面拿到了两分。今天就对上三大将，小宝和丁教练感觉开局都很顺，毫不落下风啊。是。赛点局了，三个赛点，龙珠应该说稳了吧。看来丁教练又去败者组了啊！丁教练去败者，本周比赛都爆冷啊！你像河池居然没打进十六强，是不是？小宝上一站的冠军啊，结果呢被也没打进十六强。本周的这场比赛爆了很多冷门，还没有出来过，很难受。不过慢慢的是把斗气给消完了。OK， 那现在再次当真，这就硬来了，没血了。现在这边开始。开 C 二这么求稳，哇，都反复四的。丁真秋这次血能赢，但是有的反不了，却反不了。没有了吧？再挑一下正面，再挑一下正面。迸发，压力很大，最后又招了个反击。两气开起来。强开天罗地网的话，有的翻吗？啊！我操！真的是大心到，兄弟们，丁春秋真的不吹不黑的说，这个。我觉得龙珠应该跳过去直接按升龙才对啊，他为什么过去按了个头子？应该那一瞬间的判断是这个前前头没投到，再投又被拆。我觉得这下应该思路很明确了，我就到你脸上按升龙，没有别的东西。但他也有可能担心上一次小孩那样，也是就跑过去。这个下中拳对空没有出来，第二次又没出来。前程顶啊，这个好前前头有前车之鉴在，所以他没有选择用升龙去打。我觉得这个顾虑也是对的。
很正常。吕松投完之后，丁春秋血量跟龙珠差一直不是很大的。毕竟之前是发生过一次。对。哎呀，这个第四结的结结实实。好凶啊，打的。啊，这个差和。想一鼓作气。好了，前冲这是复合了圣龙，对于丁春来说又被打康。进入半边压制的循环。两灯了，丁龙珠抢到再点灯，太狠了吧！就你看龙珠的比赛，他都是很快。OK， 那有点意思了，朋友们，谁？快打深红，而且他今天前前用的超级多，我觉得，而且非常用的非常的顺利。哦，两手一摊，就要开始，对吧？所有夹击，上面、下面、上面、下面、前面、后面又开始。厉害这个地方。他如果你要满打满算的话，三格都吃。哎，还想抓，完了。丁春现在给自己在攒劲儿呢，能量传送过来继续压制，下段摸奖偷盗再压，底盘进防反投进去。龙珠这边有一个机会的，好，来了，还想摔，再跳，开了风水引擎，但是这个风水引擎，丁春又果断了两气，选择跳一下。这边是逃生的一个，我操，没了。抢到一个机会，真的很强啊，丁春秋啊，太强了。风水引擎的期间抢招还命中两次的这个防守的，这种强烈的大心脏，真的很稳啊，一点都不晃，交的很准，只能说你发现没有，真的很不慌啊。那就直接交出去了，我也不管太多。他们是胜者的部分啊，谁输谁去败者组的。对，但是这个也是一个互相猜的一个过程。好了，龙珠现在又被丁春秋给他封锁住了，这个水平你想过来吗？龙珠想过来吗？我这有棍捅你。半关血已经被打掉了，我们抢空。接下来的进攻上面会比之前来的更加难一些。推进满边了。啊，这次想要跳是有点难了，丁春秋不给他机会了。你真的以为你那么容易能跳过来吗？我让你跳过来，你才能跳进来。要全部责中，不能有失误。哇哦，没了。已经是被抢了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已经渐入佳境了，丁春秋啊，丁春秋是一个慢热型的选手，你有没有感觉到，朋友们？他是一个慢热型选手啊，他跟河池不一样，河池是快热型，是打一个中距离的，中距离的一个反应差。对，好，那现在还是要板中的这样力挥博弈了。按键的话，就有可能会被跳，或者是被直接。这个神龙圈的很给力，绿虫开始抢招了，朱莉开始发起新一轮的进攻。这里丁春秋，血量损失也蛮大的。哦，这一手中的很少，然后扎中了。怎么现在我看他们有很多选手，基本上播的话就不选择用金防，但是第四他们会盯。哎，这个差和给的，我去。有一个前冲，对，但那个就会比较难。又结了龙珠的绿冲三气，跟上去啊，准备开始打绝杀连了。死不了，但是这个血量对于龙珠来说，第四一定会出，非常伤的。白了，超杀传播，没啥用，这是个 ES 版的。这个没有跳级。好了，比赛继续来到 S 局了啊！谁赢了谁晋级胜者四强啊！谁赢了谁晋级胜者四强。我有中奖命中。现在风向已经倒了，已经倒向了丁春秋这边了。就一瞬间，他一个 S A。我操！顺了一个 perfect。这么不进去，丁春秋是越战越猛啊！打下半场这哥们儿啊！上来是他是非常习惯上来把自己逼到绝境啊，锻炼自己的大心脏嘛。给反制了现在。对，丁教练毕竟长盘对他来说要去研究对手的时间还是留的足够多的，是一个下踩能力很强的选手。一次的前程被挡住，跳入被挡住，龙珠这边的进攻就会有点吃瘪，又被对空，而且这个斗气烧得很快啊。嗯，现在有这个对手很怕没斗气。打不进去，现在很急躁。又是中拳抓中，哎呦，别第二个劈啊，兄弟！力回被控制死了呀！这怎么办？我再冲又直接被打掉。我有欧弟大，心态爆炸，要爆炸了！刚才的欧弟波其实在追个第四就已经结束了。哇，紫令狗，紫令狗是直接吃一个双皮，我。